第37题，彩色电视是利用哪三种色光调整亮度比例而成的色彩结果？我们这个彩色电视机是发光体，发光体能够呈现出不同的颜色，是利用光的三原色来做调整。光的三原色就是 RGB， 也就是红、绿、蓝。所以第37题问我们说，彩色电视是利用哪三种色光调整亮度比例而成色彩结果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红、绿、蓝。